而明天天气如何，要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我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板洲低温14度，高温有25度，降雨几率都有30%。太武雷伊全日低温13度，高温有28度，降雨几率是偏低的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只有10度，高温来到27度。高雄的桃园那马上茂林低温只有4度，高温26度。而接着看到是嘉义的阿里山6到25度，有10%的降雨机会。仁爱鱼池水里信义低温只有4度，高温有23度。台中和平8到23度。而苗栗地区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0度，高温有21度。而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低温只有6度，高温22度，有1到3%的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0到22度，2到3%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8到23度，4%的降雨机会。花莲地区新城花莲市吉安低温17度，高温24度，有10%的降雨机会。而秀林万荣9到23度，是多云的天气形态，3到4%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4到24度，也是10%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低温15度，高温有24度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只有4度，高温24度，1到3%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低温17度，高温有25度。而在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只有6度，高温24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14度，高温25度。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1度，高温25度。而兰屿地区19到24度，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外岛地区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19度。